你别跑，右边的。今天上课迟到了，今天是吗？在家上课还能迟到呀？交换这两部分的。八点半上网课忘记了。爸爸下课了。走，我们赶紧下去做核酸。来，今天在我们那个小区里面做核酸，不让出小区。今天。早饭也没吃，我们回来再吃早饭。好的，爸爸。走，出发。做完核酸，快吃吧，还有五分钟上课。妈妈帮忙帮宝贝剥鸡蛋。你看这红糖的。红糖。今天起晚了，今天上网课八点半，还以为是九点。赶紧，我们抓紧时间。还有九点半开始呢。在家上网课还能迟到了呀？呀，真的服了。应该是得挺晚的。妈妈的红糖包现在长得比较丑。这是昨天晚上做的。掰开看看里边好不好？我都没看。我还加了核桃嘞。烫吗？以前的。太多糖了，太多糖了。这个。太多糖了。让我尝一下。核桃可多了，我昨天摘了可多核桃。今天早餐比较简单一点，因为我们静默时间又加了三天，省着点吃。快点快点，第二课时开始了。还没吃完饭呢。快点快点，走走走。不喝了。读读它们，注意要读的又轻又短。滋，滋，滋。上完课了，先去吃饭吧。去吧。快去吃饭。你不能把那个多少视频到我的视频里了。为啥？不行就是不行。因为你嫌丢脸。快去吧。好，快去。爸爸，言字旁还有什么字呀？言字旁啊？在这桌子上就有。沾点写的字有什么字呢？江一个。河，江河的河。湖。这儿还有一个，那还有一个青，那可以抄吧。写完了，这是我见到的最后一页。妈妈的批改啊，太感激了，改了，别闭着眼睛改啊。我已经把这一整本全部写完了，高兴吗？这个月不用写作业了，还有一本新的。一本也不多嘛，我两个礼拜就能把它写完。行，还有一本。可以，我是一朵小木屋，我没有说我不是人。爸爸，你能告诉我还有多少作业？没有，就这两本了。我是一朵小蘑菇，我不会写作业。努力努力再努力，加油加油再加油，耶！我们不用害怕做作业，因为我们早上就能开飞机驾游轮去遨游世界啦。好了，下期节目见吧，拜拜，biu。